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你何必为着我对伊会讲迄款话？伊迄个性，我咧是为伊好呢。伊若无改哦，啊嫁人兜，哎，更有好日子通我过哈。妈，你也免替有位在遐烦恼啊。拄只你嘛有看，迄有位就敢若哦，一支汗啊，迄支啊，小揢一火就倒啊。等到你遐烦恼是对方，我讲的就真实个啊。算算计啊！啊，伊回即马已经有生啊！我想啊，后摆若等伊把囡仔生落来，伊就会较会晓想啊。啊，即马要办喜事啊，大家啊心情放较欢喜个吼。啊，拄仔伊啊对你讲话遮无礼貌，我实就是嘞。哎，你讲啥？伊有位就产生我查某囝感觉，我变哪甲计较啊？只要。伊会当顺顺结婚，以后得到幸福，你嘛会当放心。安尼，我嘛感觉就安慰了。尤姐，阿姐问你啊，我啥？你甲可心的婚事啊，人伊有也正要结婚啊，你煞变较加油咧。有啦有啦，我有甲讲啊，我有甲讲哦，阮妈呢，定在咧甲我念，念到耳孔哦拢结烂啊。所以哦，叫伊赶紧嫁我，啊，我早一天哦脱离苦海，啊，人伊嘛答应我啊。伊讲哦，等有会婚事啊处理煞，阮自然就给你一个交代。到时阵哦，给你双手抱双春，无手通咱滚。没有。欢迎。上好是安尼啦。一定的呢。一贯，你想啥？我咧想拄只。因为讲大家讲甲 Amy 的代志，假使讲啊，大家讲是真心对待 Amy 的，那咧哦，我嘛会照顾伊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有其他的目的，那咧我惊大方的路将会愈行愈偏去。唉，没关系啦，啊大风都已经大旱啦，你是要烦恼伊到啥时阵？现在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拢要家己负责啊！知影，不过安怎讲啊？大风是我亲身见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而且，伊还阁有一个伟大的妈妈，恰恰咧甲看，伊的未来哦，确实我足烦恼。哎呀，莫想遐多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烦恼在你做啊。对啊。都摸唔着，莫想遐济。对啦，尤姐，啊，你拄则讲着可心，啊，多说用一边啊，还阁淡薄仔烦恼。即我所了解啊，伊个代志并不是遐尔单纯，惊真正到时阵，会影响着你甲可心的。尤姐，你放心，我拢在注意。大当顺利，国家安怎啊？嘛是我未来的丈人吧。伊若啥代志，我嘛会较关心。伊安尼就好啊。你做的代志，我嘛较放心。来，啊，不要，有会要结婚啊？是啊，安尼是老厝边啊。搁再讲哦。哎、欸，你嘛是看阮幼慧也大汉的呢，阿姨要嫁吼，嘛你啊足侪风波出来，不过即马哦，总算是安定啊，我嘛是希望伊幸福，所以讲吼，伊结婚前我希望你甲饼顶用同齐来甲祝福一下。这当然一定爱去的，真好。啊，是讲吼，是啥物时阵啊？啊，来。时间来接我，哇！我今日表顶哦，伊挂休会挂得转来呢。哇，这多哦！阿婆，你家己去嘛用的啊？你冇看到，即马吼我咧顾安安啊，啊
啊，这尴尬嘛，黏条条，不方便啦。哎，你是嘛？啊吼，啊，咱是安尼，厝边，啊，我就希望讲我嫁查某囝，你会来努力啦。这我知啦，是讲哦，我若是甲安安带去吼，今日甲恁吵着。没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甲你斗带，啊，无友情嘛，甲你斗三工啊。好啦。真好，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哎，阿南哦，吃吃果子呢。哎，呀呀呀呀，不过这个囡仔哦，哎呦，实在哦，他嘛算可怜啦。但如意也无方便来照顾伊，啊，来话啦吼，佫无要承认伊啦。伊阿一出世注定讲无爸母，但上无边陪大。啊。讲了这吼，拢是阮奶后来家己做得来啦。唉，所以你即摆心情吼，我是会当体会。当初奶后来要结婚的时阵吼，我嘛是恁要去参加伊的婚礼，啊，不过心肝内真正希望伊会当得到幸福。唉，这个是哦，做爸母拢安尼啦，希望吼咱的事事囝儿吼拢好啦，真正欠面的济。唉，就是讲啊。莫讲遐啦，哦，安尼，迄天爱来就对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安尼，我先来做。好，有闲哦，卡出来。好啊，好啦。哎呦，这果子哦，安尼哦，我来做啦哈。好，再见啦，再见啦。草是嘛家伙，牛牛哦。好来去，顺行啦哈。这边啊，人手够无够，啊！你一个人，大概做几个人的工课，有够辛苦。爸，没啦，这个工课我真有兴趣，袂辛苦。好，来，多谢爸。爸，不是啊。爸，你这面子我贴啊，然后你讲你又要结婚啦，希望来当去参加。过去交情，这场婚礼啊，咱是应该去参加。不过，进前恁哥哥搞伊物的代志，我阿这么歹看，咱敢好意思去出席这种的场面？爸，那恁就结果莫去就好啊。我跟阿明是好朋友呢，而且我甲伊关系一直保持了袂歹，是真正就有诚意希望咱当去参加。其实我冇收到贴吧，啊，尤慧是我自细汉好朋友。既然爸讲进前甲尤家有一挂误会，我想是不是应该趁这机会啊，修补一下两边的关系。啊，既然纯纯啊，甲阿咪的感情袂歹，如意，啊，你佮甲新娘啊，自细汉就是好朋友，啊，你这场婚礼来去参加，应该袂碍了。啊，无听到，这是一个当予咱两家恢复感情的好机会。好啦，全来决定。啊，除了志强，咱全家拢来参加这场婚礼。好。这李友惠哦，真正有够袂见笑的。一知影讲阮爸答应结婚，就欢喜到咧啥的。真差哦，无刊报纸登广告。也是提大声讲哦，伫街头要放上，可袂对全世界人拢知影个款。啊，这是当然来个啊。像这款人哦，安尼费尽心机、用心计较，要嫁入要豪门做小奶奶，啊，就无简单，才会有这机会达成心愿，当然嘛爱拍锣讲鼓啊。
是讲哦，这李友会最近就安尼尔，啊，像这款小屁脸的查囡仔，是袂啦甲伊这款高尚的千金比。你有甲白喜叔哦，阿姆是一定爱搞的。阿姆，多谢伊。迄李友会哦，甲我用甲恁母甲乱糟糟，是来足见笑的。多谢你无去遐，不过愿意来参加。虽然讲哦，这是恁小弟第二次结婚，阿姆跟他讲哦，伊拢是恁娘家的人，这点面子一定爱做恁爸爸呀。我嘛想要借这场合，好我多谢恁伊力道对我这边选举的赞助。上重要的哦，是跟恁爸见一下面，啊，跟恁个大方的代志哦，小撒一下，加加油的啊。阿姆，好啦好啦，阿姆姐姐哦，看你愈来愈介意啊。大方拢有甲我讲啊啦，啊，你为着这边赞助我政治献金的代志，互你伫恁爸面头前做为难的。你放心啦，你这份情我会藏伫心肝内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好好报答你。阿姆，拢是家己人，讲什么报答啦？对对对。家己人，我是家己人。大鹏，你想啥？无啊，我咧想讲，恁两个人这么投机啊，以后一定无当家心背问题。啊，对啊，大鹏，你敢要参加婚礼？嗯，我当然会去啊。有这种让李友会歹看的机会，我哪会使无去？咁不要紧，你若无想要去，我会当谅解啦。恁小弟结婚，这是杨家的大代志啊！嘛，你迄个嘛是重要的人物。啊，即摆咱两个伫交往，我怪伊刚出现伫你的身躯边，安尼毋走你吗？多谢伊。我个会记哦，当年昊天甲春生要结婚的时阵。我常常拢有亲戚朋友问讲，当时因换另外的喜酒，我真正问啊足烦的。啊，不过加在，即个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应该哦都袂有去问这种问题啊。哎，Amy，迄天哦，若是阁有阁这种哦白目人去问这种问题啊，我再来替你回答。人若是看到有你这么体面的朋友徛在我身躯边，若搁问这款问题，真正想袂白目啊！啊，搁加上阿姆妈这么有身份地位，我迄天哦一定是上出来先生的人。哇，阿姨，恭喜哦！啊，有会哦，总算会跟昊天圆满结婚啊！这个贺礼哦，是我的一点仔心意。可以啊，啊大家才熟识啊，久啊，吼，啊咱来咧搞礼数啦，变啦。哎，啊，有会的婚礼哦，我嘛无多给到三公社，找一寡天真的来，和有会做一个上细新娘，这是上起码我应该做的。那讲到讲恁黄金六甲哦，就你跟阮有会感情上好啦。啊，你也较知伊的个性。你让我拜托一下，应该给苦劝一下无？这下来嫁去人家哦，不比你厝的啦。啊，我咧来讲啊，有厝无的话哦，我听袂入去。妈，卖阁细细念啊，好不好？人嫁查某囝都嘛足欢喜的，啊，你拢一直目头夹夹，敢袂用给我较好的面相？有话，妈也是咧关心你，唔才替你来烦恼。嫁查某囝，我是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好的亲戚哦，不是讲甲对方有钱就好啦，家境袂歹就好，迄条啊，迄条会甲你疼惜的大家官啦。那不是讲你巴肚底有只好天的囡仔，我是足无希望你嫁遐尔复杂的家庭。妈，这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真坚强，我绝对袂让欺负的。我才袂参像如意的个性。逆来顺受，有来爸的囡仔时哦，囡仔会用个点点仔离开，忍受委屈。然后我的选择哦，是为着家己争取一切，所以唔才会用个有遮尼完美的结果啊。你看，连昊天因爸哦，嘛愿意接受我入去娘家。因爸答应，啊，其他的人咧？
我只要邀请昊天，还有因爸的感受就好啊。其他的人你想啥，根本都免猜。有会，以后你是杨家的长子呢。啊，其他的人你免有可能无去顾虑人的感受啊。有次，我阿姨虽然讲有会哦，伊的个性较倔强啦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像你遐坚定选择昊天，以后已经有心理准备来面对一切啊。所以没有问题。哎，如意，我结婚一天哦，你一定要跟志强登干面顶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和杨爱梅去甲俩讲，嘛好大学了志强的眼光，会当选到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。玉慧，阿爷唔知道你的标准在倒呢？啊，你之前讲如意什么逆来顺受，啊，今嘛又讲什么志强真有眼光，选到如意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哦，你哪这么讲话啊？玉慧啊！人即嘛咧过啊好好，小奈叫伊去抓什么 Amy 哦？伊无去抓 Amy， 你条阵讲 Amy 都袂来抓伊喏。面对敌人哦，刀片是上无路用的，应该正面对枪才对。玉慧，歹势哦，阿志强伊刚有公事在身，伊跑倒去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哦是自细汉做伙大汉好姊妹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我一定会去，互你我上诚心的祝福。志强真正袂用去啊！有够可惜的，失去跟 Amy 驾驶后上好的机会。哎，啊，你讲迄啥物话啊？你的个性若无改吼，啊，你入去杨家，一定了一寡风波袂平静，啊，你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那无，只要会用跟 Amy 压落底哦。玉慧，你是要跟我妈烦恼呀？我阿姨。不管杨家话好杂无，阿昊天这么爱玉慧，我相信一定会陪伊做伙面对一切，所以你免烦恼啦。讲也未听嘛，无法度。唉，上好用处理讲安尼啦。玉慧，虽然我到三江的所在爱打电话我哦。嗯。安那呢，我有代志先来走。好。对，我送你。嗯。阿云，客气来啦。明天再来看你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再见哈。妈，哎呀，这是哈，一起看看。玉慧都要结婚啊！咱黄金六角今嘛敢若剩你甲大风两个双主唱。叶姐，啊，啥物事拢话你啊？放心啦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我可心已经有咧计划。会用找到个你的伴，那是缘分。细汉时阵，咱拢想袂到咱的命运。会变到这么安尼？听你这么口气，我真是有心事。阿是来发，我对你做啥？别尴尬，我需要面对的，又搁好起来发姐啦。啊，不过咱已经大汉啦，你的人生哦。本来就应该要有勇气去面对所有代志。虽然时阵，还是唔知大汉了会变成安尼啊。记较早，唔管我甲大鹏哦，安那弯，甚至相拍切八段，等于好好，我想过算做伙啊。想知今日会变成种局面。我去的时阵，我的刀去互小熊用垃圾去，啊，我伫遐哭哭啼啼。你替我把刀洗清去后，我睡不着。这下想起来哦，细汉时阵真正足单纯、足天真的。
就算讲咱有足侪无欢喜，啊，不过为着要去合唱比赛，咱会计时把所有不欢喜拢放袂记，斗阵来练唱，为着要比赛。我本来廖总讲哦，咱黄金六强感情会用成像安尼，遐尔好，永远拢袂变。我记得以前大王在嘴边定来挂一句话，就是咱黄金六强气势甲拢袂。今嘛咱拢大汉啊，黄金六强拢分散。有的人找了另外一半，有的人也未。在我心肝内，也是有一点仔遗憾。唔知咱黄金六角感情的起价，还该啥时阵才补回来？想袂到咱两个，一个伫个婚姻内，一个伫个婚姻外，竟然有同款的感受。在人生，刚讲想要同时有爱情、亲情、甲友情，是一件无可能的代志。好啦，别想遐多。像你知影黄金六角以后会变成安怎？反正好啊，有得靠啊，对不？啊对，较早咧合唱团所练过的歌，你敢拢会记？我是拢会记哦。出钱呢？你讲多少？我来敬秋柳。秋柳。地边柳到秋天叶乱飘，叶落尽只剩的细枝条。想当日绿阴阴春光好，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。风凄凄，雨凄凄，君不见，眼前竟已全非。眼前竟已全非，一思量，一回首，不胜悲。有会啊，先休困了，饮一下排骨汤啦。你卡等下整理。还是妈煮的排骨汤上好啉，啉番侪年啊，永远拢啉袂鲜。这排骨汤哦，我会记得是你出事迄一年，我才开始摆摊的。我迄趟时，拢甲你阿姨卡叫片做生理啦。啊，到尾啊，我着囥一个囡仔椅啊，啊，甲你囥喺内面。啊，到尾你也晓咧行路，也晓读书。到即马要嫁翁啊咧，我安尼一煮这排骨汤哦，一煮过是30年啊。你要嫁啊？我嘛老啊。妈，因为。有一挂话，我知我若讲，你也不爱听。不过我这做妈妈的，一定要讲给你知。你的个性真好强，自细汉，你若想要挃的物件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、什么代价，你就是要得到。啊，我知影，阮顶一代婚姻的破碎。恁爸爸为了钱来离开啦，才造成你这么观念这么偏差。妈，明仔载我若要结婚啊，你这么搁讲这要创啥？就是你要嫁啊，明仔载就是永嫁新妇啊，所以我才想讲，咱两个好好讲一下，把心内结
都给偷开。一回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有诶物件哦，钱买袂到诶。从昊天呐，伊是真心爱你，我嘛相信你对伊嘛是真感情。啊那安尼哦，恁就爱好好珍惜。妈妈真正希望你的婚姻幸福，走出你的阴影。你若幸福快乐，妈妈就足满足的。妈，我真正不是一个好的查某囝，我做任何代志，拢害你遐尔操烦。啊，不过，对于我这种无认输的个性，我才有法度一路行到这来。就算讲一路伤情坎坷，我搁老火老弟，我嘛拢愿意随爬起来。我真唔相信命运啊！我感觉是人的个性在创造命运。所以你看。天公伯啊，一定唔肯给我一个圆满的家庭。啊，不过就因为我唔肯认输，所以即马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啊。只要我坚持落去，我就赢的。你看啊，就算讲杨家二十人反对，明仔载我都要嫁入去啊。这是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你讲对无？去呀。先吃啦吼，啊，吃吃，较早休困。我给你道歉，较早休困哦，啊，明仔载做一个水水的新娘啊。嗯。大姨，吉时已经到啊，会当拜祖先啊。既然是恁家己讲，所谓规矩咧，小拢爱规套的，安尼吼，恁就家己点香，家己拜拜啦。拢结第二摆婚啊，敢有需要这么搞礼数？新媳妇娶进门，拜祖先是理所当然的代志，阮家己来就好。
有改祖先在上，我是新埔里有会，感谢祖先的庇佑，让杨家的子孙唔免受到迫害，会当顺利留伫杨家。我入门以后，除了尽团宗接代的责任，我阁会尽心维护杨家，帮助杨家这么唯一的男丁昊天，让伊能顺利接管家业，并且阁较兴旺。感谢祖先有灵有舍，庇佑昊天，子孙绵延不断，杨家香烟流传，百世千秋。真正有够大迷信的，明明是李邦，讲我袂输给你是正统的。有慧，我即阵开始，你就是杨家新妇啊，爱叫人啊。我会。爸。大姨。大哥。爸，请饮茶。以后吼，就是杨家人啊。咱杨家吼，上重视就是忠孝伦理，要谨记在心。真一个做人的媳妇，甲家后，该守的本分，知影？是，媳妇知影。大姨，请饮茶。请大姨饮茶。拄则恁爸讲，杨家上重视的都是忠孝伦理。这里面有几个新妇的道理，大姨爱家里。迄中理。就是心爱放伫迄中，袂容易有偏差。爱甲杨家看作是家己的家，千万唔通干那想着家己的私利。是，上偏心的就是你，是你家，确实嘛是替恁大伯咧拍算。啊，若这个好，我较简单，就是对大家官爱听话友好。啊，唔通哦，阮讲一句。啊！你著应十偌久，啊嘛唔通踮喺阮面头前做一套，伫阮后壁啊做诶，阁是另外一套。啊，亲像你迄种哦，爱应嘴应舌的毛病吼，袂用阁有诶。是。若讲到伦理，就是袂用你无大无细，尤其是对你诶大哥，唔通唔知影礼数，一日到暗，干那知影找伊诶麻烦。这种哦爱找人空帮害人的习惯，若是要做杨家的媳妇，头一项爱改。是，找人麻烦，要害人的习惯，你家己的查某囝真是厉害。多谢大姨教我做人媳妇的道理。安尼就对啊啦，若真正有法度落人家教。以后我们才会得人听。
大哥，请饮茶。有一首诗叫《新嫁娘》，不知道你有听过无？三日入厨下，洗手做羹汤。阿嫂来了。未谙故事性，先前小姑尝。无唔对，这意思就是讲，伫个厝内，除了爱友好大家关以外，嘛爱尊重小姑。新妇煮食，若无合小姑的味，小姑是应该你顶倒的哦。是，大哥，我知影讲哦，即卖社会真罕咧有人安尼做啊，无唔对啦。所以这个观念吼，什么男尊女卑啦，一定爱生查甫的，这样传宗接代观念，嘛拢爱淡掉啊。不过只有一个观念，台湾应该是袂改变的。二房就是二房，袂因为你有生囡仔，就变成大房。啊，若我袂嫁，要招翁咧。我生的囡仔，才是正统大房的子孙。大哥的家事，我会谨记在心。大哥，请饮茶。哎呀，这茶安尼无烧无冷，还佫有一支炭木在内底呢。我袂冷啊。顶倒一杯。大哥，请饮茶。遮遐个道理，大姨甲大姑是当面教你，你都爱听。啊，你若唔听话，我是叫你妈妈甲你带转去哦。是，我会记。爸，即摆礼寿已经完成啊，是毋是会当来婚礼会场？好，时间差不多哈，来会场。多谢，英雄，多谢你，安尼赶来搞我老脸，哎呦妈，恭喜你哦！尤其即摆结婚啊，啊了你真心事啊吼！只要伊幸福安尼，莫互我操烦就好啊啦！会啦会啦，绝对无问题啦！有志啊，嗯，啊，什么时候换你啊？我，紧啊！啊，上好是紧啊啦！时间你嘛爱来食喜酒哦，当然当然。有姐来来带英雄爷，你等等者，好来来来。来，你请，来，你请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哦，谢谢，好好好。一笑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嗯，坐下坐。哦好。啊，我先来头前拍下就好。坐你无用，你紧去紧去。好好好，好，来坐。
恭喜啊！恭喜啊！今天你有家办喜事，我全家人来恭喜，恭喜啊！今天大家都一寡无欢喜哈，请你当初对你当两代。啊，你讲你客气啦，过去就过去啦，哦，啊，今天会当来，我就足欢喜啦，哦。哪里讲？哎，我应该多谢你当初对我这么有度量，啊，无关客气。哎，明，招待一下啊！啊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。 金马，你来参加婚礼啊？